张学东老师的指导下，邓超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98年，邓超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本科班，和朱雨辰成为同班同学。自此，邓超迈入了走入演艺圈的第一步。而回首当时考中戏的经历，邓超至今历历在目。中戏顺利吗？就是考电影学院，考中戏，念的、唱的、舞的都一样。念满江红是不是用那种特浑厚的声音吓唬老师啊？满江红怒发冲冠，停吓人了。那唱歌呢？铁道游击队。你为什么要选那歌呢？我是一个那样的人，知道吗？就我可能，但是我会选一点我也爱听的，但是又比较能放上这种台面的歌。你唱的铁道游击队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很不一样，我是一个人的版本。西边的太阳就要散了，微山湖上静悄悄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想起那古老的歌谣，我怕飞车那个很像哎，你把老师有没有唱傻掉？当时听着这样唱什么呢？哎，你要用刘德华唱腔来唱唱看。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为啥不上静悄悄？他模仿的真强，哎，呛着我了，笑我了。如果这个用刘欢的，你能唱吗？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为啥路上静悄悄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表情表情，唱起那古老的歌谣。反正都唱到老师坐那都稀奇古怪，就歪那儿的啊，然后这样是乐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问题是我后面还有舞蹈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是去看过那个北电中戏他们考试的，那帮人随便就可以劈叉的，就对呀、啊，拜拜就劈叉劈叉就是。别提这事，这我们也有一故事。好，然后考完所有的东西之后，现在呢，我们现在要看大家的柔韧程度，能下叉的就下叉，能下竖叉下竖叉，能下横叉下横叉，但是这个不计分。那无所谓了，我们站着看着聊天。聊天呢，突然就有一个老师拿本儿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开始啊，咵，会吓得吓了好多，你知道，女孩特别，哎，你多少号？哦，2607，然后哎，几号？不说不计分吗？就在后面挠头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越来越近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走到边上，啪的，然后自己唰一下，就能听到自己肌肉撕裂的声音。对对。你多少号？2607。哎呦，扶着这样起来，咱是这种的。哎，下次那个毅力蛮好的。下次下去了，起来要7天。从来没下过叉。长那么大都没下过。长那么大没下过。你看三试啊，很多的时候老师说，哎，什么特长？你当特长是什么？我说唱歌。也唱歌不用那个了。我说不是，我说会模仿。我开始模仿。我来自嘉兴的文艺学校，名叫邓超。年龄19岁，考号是26。我和你分别在同蓝天，我的心、好胖呀、那个。哦，给我一点忘不清水。我就换了，我一生不伤悲，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我会把钱还给你。还有。我一言难尽，女人付出相随，衡量付出爱和不爱之间的距离，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距离。好像有人在敲桌子。放心吧。哎，这边有人先到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张一下。
仿能力强啊。我知道你们班毕业大戏就是有一个叫翠花上酸菜，对吧？其实我们3年级的一个作品，那个，好像你有大的模仿在里面。今天呢我们还拿到了这份资料，我们来看看他这模仿力在这部戏里的精彩表现啊。看一看什么呀，是他，你还蛮漂亮的，是你吧？对啊，这演一个女人，这女人，这女的肌肉太发达了吧？你看呀，可把甩下来了。来来，1块钱怎么样？来。你谁呀你呀？我是98。昨天不都说好了，今天来看房子了。如果合适的话，咱们就一起。什么意思？鬼啊！昨天不都说好了？说什么？你别乱摸啊，这是我妹妹。哦，咱妹妹呀，什么咱妹妹好，妹妹以后啊咱们就是自家人了啊。小妹妹，那妹妹和咱们一块住吗？那住得下吗？那方便吗？冷死了。